台塑部署美国石化版图，配合美乙烯原料产能提升，台塑规划100%独资到德州新建40万吨新厂，投资金额大概是5亿美元，预计2017年第四季可以完工。那么亚洲还有中南美洲是主要的销售市场。台塑美国去年获利持续创下新高，达到13.5亿美元，这是台塑集团的小金鸡。今年搭配100%天然气净料，上半年台塑美国合计的获利台币大概32亿元，增添营运动能。